上一次的投资协议算作废了，用这一份我个人的参股书做替代。您不再好好看看了？其实干买卖的讲的就是一信任，而且您先把钱打过来，就是瞧得起我。咱们被人骗了。彭总怎么了？他加了一条对赌协议。什么对赌？咱要发财了。那回头我就把钱打给你啊。我觉得这人不靠谱。有什么难说你早说，我找别家了。没有，都说好了嘛。未来娱乐台在远方。